我嚟呢间酒店咧，就系 I G 上面好红嘅打卡酒店啦。最受欢迎嘅就系呢个 Corner 房啦。一心住酒店，梗系想睇住靓景瞓噶啦。好似太古城呢间酒店就推出咗住宿优惠，最平1000多元就可以入住海景房，所有海景房都备有落地玻璃窗。好似呢个 Corner 房，价钱贵少少，但有个 L 型窗身，视野好开扬，好正啊！开放式的设计亦好有空间感。哇，呢度咁阔咁大条啦，究竟啲人系点样影打卡相嘅咧？就系将呢张床搬埋去啦。想影靓相咧，真系要付出少少努力噶。不过咧，我哋已经问咗酒店噶啦，只要影完之后咧，还原翻张床咧系冇问题嘅。影相先。而另一个最受欢迎嘅就系只有6间嘅套房，房入面有透明泡泡千秋，一大片落地玻璃海景，最大有成650尺，空间阔落又见使，加埋个浴缸，望住个海景浸浴真系好叹啊！呢间酒店除咗房靓之外咧，天台酒吧都咁靓噶。我拣嘅 package 已经包咗一杯 welcome drink， 可以上嚟天台酒吧呢度叹下。另外呢个优惠仲包埋早餐买一送一，以及 in room dining 9折，都几划算抵住。唯一美中不足系泳池设喺底层，被住宅大厦包围。不过整体 CP 值都好高，都好值得嚟住下。